霜，已经是百年难得。怎么说？可能是还有缘分。可能得留在来生，我和他就这样安静地停止了这次的回合，此后就要再等下一次流星雨对他启程。每次我看着夜空都会觉得有点闷，他已经跟着别的星球一起离开了，我还是依旧记得让这个爱出现的天文特征是几时几分。怎么说，流星是百年难得。